园楼下呀。哎，老公，锅子，哎呀，不行了，累死我了。哪儿呢？在这儿呢。哎，我跟你说，你别喊。每到商场，我一开始基本上都这么溜达。他体力特别好，就像疯子一样啊！别说话。说谁呢？咋不告诉我一下呢？不是，我是说呀，你一进商场就体力特别充沛，就像风一样。来来来，坐一会儿，歇会儿。来啥来呀？陪我逛街。走吧，逛街去。小明，来，我走，快点。好。你怎么回事？你是不是不愿意陪我逛街？不是，你这个体力我跟不上。你的体力怎么了？咱们沈阳和平区马拉松比赛你全程都跑下来了啊？怎么陪我逛个街体力不行了？人家的马拉松跑着跑着旁边有送水的，有送鸡架的，你这个马拉松啊都把我拉松了。不是有我陪着你吗？走。不，你等会儿吧。你不知道我媳妇儿啊，人家是缺啥逛啥，她是逛啥缺啥。要不这样，你先上二楼逛去，好不好？我呢就在这等着。你要买啥东西了，你拎不动了，你给我打电话。我呢，然后，人呢？我跟你说哈，在家走两步就喊累，一到商场三档起步。老公，你自己一个人出门在外要注意安全。我就把你存在这儿了，你可千万别让别人取走了啊！放心吧，宝宝，乖，你就把我存这儿吧，我可乖了呢。你就是撒开膀子大胆逛，全当没我这个老公存在啊！你开开心心瞬移了，一进商场就瞬移。老公寄存处，现在商场都这么人性化了吗？哎呀，哎，这是我们小区新搬来的小龙，小龙啊，小龙，小龙，对，哎，哎呀，龙了，哎呀，没伤着你吗？你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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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呀，你也被嫂子存这儿了，哥，存啥呀？我是过来溜达溜达。哎呀，欢迎欢迎，歇会儿啊，累坏了吧？哎呀，坐，你不能坐那儿，你。有图钉啊？这个你知道的越少越好，这边请。哎，小龙啊，我这个口渴，想问一下哪有常温的冰镇的？可以呀、啊，老弟。哎呀，好好。哎，对了，我这个手机呀、啊，充电宝啊，你拿出来，三合一。行啊，你无聊了，打会儿游戏。你要是累了，你练练哑铃。哎，正好我这项目运这么玩，咱俩一块放会儿风筝在这里。我跟你说，就你这么发展，许愿池里的王八就快下岗了。是呢，哎，哎呀，开个玩笑啊！哎，你带这么多东西干啥呀？哎呀，这陪媳妇逛街，你不带点装备咋过这一天呢？看来今天这个屋里存了不少人呢。这人我认识，嗯，看背影我都能看出来，少叔，对，老少。哎呀，为啥不让你坐？那是他的 VIP， 这是他专座，那上面的所有浆子都是这么多年的岁月少叔一点一点盘出来的呀。少哥，少哥，这是你的座啊？到底是不是啊？不是，是少叔啊。哎，来了，小龙啊。哎呀，来了哈！哎呀，看你这装备，今天市场十九站呢。不跟你说过吗？陪媳妇儿逛街，一定要有备无患。姜还是你这样的辣呀！少哥，我看你陪媳妇儿逛街还带个车呀？少哥，少哥，少叔，哎，哎呀，哎呀，这不是郭子吗？占我便宜啊！哎呦，我们邻居。哎呀，哥子，你也被存这儿了？我不是存这儿，我是过来溜达溜达。少叔啊，哎，怎么还带个车陪媳妇逛街啊？我问问你，媳妇逛完了街，大滴溜小包裹的，你准备怎么带回家呀？我提着呀。傻子，为什么不用车把她拉回去啊？
哦，对了对了，高手。看来你不太陪你媳妇儿逛街吧？没事，来得晚不如来得巧，正好碰上我俩了。我们这个陪逛队伍是越来越壮大了。等回头把我家那个万字陪逛攻略我给你。对。陪逛还有攻略？哎呀，郭子呀、啊，来来来，坐下坐下坐下。你是幸亏碰上我们俩了，要不然啊，你回到家里，最少得矮20公分。为什么？想当年我像你们这个年纪的时候，也是1.85米的大个儿啊。那现在怎么变成1.58米了呢？哎，平常陪媳妇儿逛街逛的呗。磨的。哎呀，反正陪媳妇儿啊，这可真是个技术活，你陪好了收获满满，陪不好呢人财两空啊。在这个领域我叫你一声小郭。哎呦，你好好听一下。陪媳妇儿那可是有潜台词的。嗯，当媳妇儿说老公你渴不渴呀，嗯，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就关心我呗，想应我两口。嗯，那一定是周围有他喜欢的奶茶店，你作为老公就该说少糖常温加珍珠行不？真的？哎，那买东西更说是深知又深。当他说老公这件你觉得行吗，媳妇儿问行吗，一定是不行。媳妇儿说老公这件你觉得呢，他要是问你觉得呢，那就是他心里早就有数了。行最重要的就是这一句啊，他说老公那算了吧，算了吧，太关键了，赶紧算账去。告诉你郭子，作为一个男人最大的成功，支付成功。他拉倒吧，哎呀这瞎掰。哦，正反义词都可以连上了，全连着呢。你真是你小郭啊，你真是不光不知道潜台词，你甚至不了解女人呢。我怎么不？我媳妇来了，你不信你看看你就知道了。你学着点啊，宝宝。哎呀哎呀哎 呀, 哎呀，郭哥少叔都在呢。哎，老公，哎，你看这件行吗？行吗？就是不行。你快拉不行，你看，嗯，我也是觉得差点意思，差点意思吧。你看，嗯，再逛逛。我觉得行。哎，姑娘，这件衣服特别好看，真行。你怎么回事啊？你是抠啊？不是，不想花钱呢。男人最大的成功就是支付成功，买下来。不，哎呀，挺好看的。这句话还不到火候呢。买了，宝宝。老公，这件儿你觉得呢？哎，问你觉得了，行。我觉得你不要，我觉得你叫你自己觉得，但你非要我觉得，我觉得行。嗯，我也觉得好。什么玩意儿啊！不行，这件衣服你别说了，别拦着我。你起来，这件衣服你穿着不合适，我显胖啊！我什么呀？就人家这身材还胖？他身材并不胖，脸大。不是脸大，你头大，显着脸大。哎呀，不合适。我头大，宝宝。没事，不要。这不还有一件，我看看那件啥样的。来，这个。你们都瞎说。这件。嗯，那这件也算了吧。算啥？算账。走，算什么账？老胖老胖的。哎。哎，不老胖，不老胖。他老，他胖了。都赖你，都赖你。我说不是，宝宝，咱买了买。他那个。都赖你。他远视眼，他看谁都胖。哎呀，郭子呀，教你的话你是一句都没学会呀。你们那都是谬论。怎么样，我成功的让他退了两件，省钱了吧。哎呀，郭哥，你这人，你现在你害人害己，赶紧退出这里。你呀，就刚才你那些危险的发言，我现在都害怕你碰上我媳妇儿啊。你这么跟你媳妇儿说话，你都回不了家。我回不了家？你回不了家呀。你们都不知道我在家里的地位。你什么地位？我说一不二。哟呵，我跟我媳妇说今天是礼拜天，她都不敢说是周日。我说我这是个痦子，她都不敢说是痣。我说春晚看辽视，她指着我鼻子说是是是。天，你真能吹。你还这春晚必须还是得看辽视。但你既然在家里这么有地位，那你把嫂子叫下来，别逛街了，回家看辽视去。本来就是这么想的。哎呀，我一看他在这儿可怜，我想陪陪他。用不着你陪，我老少
那在家里那家庭地位是高高的。哎呀，我不像小龙，最怕媳妇儿。狭隘。什么叫怕？我那叫尊重，我那是爱。哎呀，少叔啊，哎，你还烧上我了啊！虽然你岁数比我大，你逛了那么久，但在这个逛街领域，你得叫我一声师傅。哎呦，小小的年纪，哎呦，我是你师爷啊！岁数大就师爷啊？那你把那都谁教你的当年那些东西、啊？哎呦，孩子，那就我这经验，我走的路就咱们三个人，你看你们俩还吵上了。哎呀，都懂都懂，不懂不懂，蛤蟆跳井啊！行。既然咱们仨都争执不下，那咱们就一分高下，比一比好不好？怎么比？什么？不都说自己有地位吗？咱把他们叫回来，咱看第一点，谁媳妇先回来；第二个，我们得两个人夫妻拉着手，双双把家回，离开这里，谁就算赢。输了，咱不管年纪大小，得叫那个一声大哥。哎呀，来，好办法！哎呀，不就是把媳妇都叫回来吗？怎么叫？来，给我打电话，打电话。哎呀，我没带电话，你叫吧。哎呀，我这好像打不出去这电话。郭哥，你打。来来来，你先打。哎，真服你俩。哎，没电了。开机了，行了。尊老爱幼，你先来。对，爱幼。来，哎呀，又来，又来，又来，尊老啊，还得尊老。尊什么老？哎呀，中间点来，快打呀，快点吧，手机都烫了，快给我！瞧你们两个这个怂样，还在这还讲什么家庭地位？你们两个啥也不是，不就是给媳妇儿打个电话吗？看我的！喂，女人，我给你三个数，立刻马上出现在我的眼前。哎呀，我这少叔 V 六八杠纯霸道啊，我仿佛看到了你1.85米的样子。郭子叫谁女人呢？你有我电话，完了把我女人叫来了。你这电话里就存了一个号码啊。你听我解释。解释什么解释？不是，你刚才就推三阻四的。是是是，你是不是不想陪我逛街？是。你要是不想陪我逛街，现在就回家。不可能，你看他们俩一回家啊。啊，不是，小龙弟儿，小少弟儿，来见见你大嫂。夫妻双双把家回。哎，失策呀。好好好。哎呀，来大嫂啊。大嫂，我们这儿形容女的漂亮就叫大嫂。哦，大嫂啊。哎，这逛了这么半天都买了些什么呀？买了件衣服呀。哎呀，挺漂亮的。哎呀，好看。哎呀，我就说啥，进来一下晃我的眼了。就是嫂子，这外套敢看你身上，好看，这么好看，真会说话。但这个鞋，哎呀，大嫂啊，你这个衣服跟这个鞋这个颜色不搭呀，格格不入啊，是不是？你也这么觉得？再买一圈鞋去。怎么不搭？怎么不搭？我跟你说，你这个鞋这个颜色和它，你鞋垫儿是这个色儿的，对不对？那个。鞋垫儿不行。另外，咱回家，咱家里那么多鞋呢，咱完全可以配一双。也对哈，回家。对什么对呀？家里的鞋那都是穿过的旧鞋，商场里买的那是新鞋，感觉不一样。就是，而且那家里的千千万，只有新的最好看嘛。说的也对哈。你听见什么了？就说的也对啊。家里的鞋千千万，只有新的最好看。我手漏了。我去买。买去，嫂子，去去去，咱这样，咱啊，今天先回家，明天我再陪你，好不好？又是明天，我最讨厌你明天。明日复明日，明日何其多。嫂子今儿开心，就今儿陪嫂子，行不行？就是的。咱们这样，咱们俩先出了大门，出了商场门，外面凉快，咱们冷静一下，然后我再陪你，咱们上二楼，好不好？也行。走。哎呀，这个男人呐，媳妇儿要买件衣服。你就买呗，媳妇儿的衣服越多，不证明咱们家庭这个幸福指数越高吗？
你看我们家的幸福指数就很高很高的。哎，小龙啊，你家的幸福指数嘎嘎高。哎呀，大嫂啊，你家的幸福指，哎呀，我是不是多嘴了？你说你的哪个不爱听哪个？哎呀，不是，咱别听他们的，咱回家。我不的，我要幸福指数，我要嘎嘎高，我就要。好，来吧，银行卡，拿去买。买合适的，买去。好嘞。等等，把卡给我拿上来。不是，快点，要不然我偷了。不是你的，我就这个可以。你快点。不是，哎，我他们俩媳妇是不是都在上头？楼上逛着呢。给他们卡，让他们刷爆了他。老公，你真棒啊！来吧，互相伤害吧。哎呀，这真是姜还是这溜光锃亮的辣啊！郭子呀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咱们三个在这儿闹来闹去，最后也分不出个胜负来。别的我倒不担心，我担心的是你刚才拿走的是我的公交卡，我一会儿怎么回家？公交卡不回了，胜负未分呢，回啥呀？谁也不许走。对。本来我结婚以后胜负欲已经没了啊，让你们俩给我顶上来了，这还不行了？我一直来了，我这个必须要干什么？行，那比就比，你说再怎么比吧，咱不比刚才那个了，咱比点新的。你说啥新的？我在网上看了，咱不都说媳妇爱自己吗？对，那咱就比一比，把他们仨都叫回来，看谁媳妇先跟她老公说出爱你，谁就赢了。那输的那两个就得质问那三个啊，凭什么逛这么久？好，怎么叫？打电话。好，我赢了，只有我有电话。电话？咋回事？郭子呀，不要总是在乎过去的事儿。哎呀，算了，来吧，打电话，预备，起。女人，快回来，你的老公想念你。老公。老伴儿啊，你给我个公交卡，那也不能消费呀。不怨我，是他给我抢走的。婶儿，郭子，你干的好事儿啊！对不起、哎，开玩笑呢。哎，鞋这么快就买回来了？哎呀，那个大家都别说了啊，咱抓紧时间干正事儿啊。宝宝，你都累死了吧？啊，老公给你跳一个我练了十年的舞蹈啊。好呀，好呀。助助兴啊。啊，你看这是什么歌？那个啊，王心凌的男孩不是我本人呐、啊，是这什么歌呀、啊？这、老伴儿啊，你爱不爱我给你准备的水呀、啊？你爱不爱我给你准备的水杯呀、啊哎？你爱不爱今天的天气呀、啊？你爱不爱？哎呀，小点声，我能听见。你快说爱不爱？爱不爱？哎，媳妇儿在哪儿呢？我在这儿呢。我媳妇儿哦，在这儿呢。媳妇儿啊，咱俩玩一个游戏。什么游戏？我比划你猜行不行？我强项。好嘞，两个人这样过来了，过来了。他俩一看，呀，完以后过，过。老公问我要钱，要什么钱？桃子。偷养啊！偷养，谁偷养啊？狗熊怎么死的？笨死的！哎呀，来不及了啊！那首歌就我给你打个喷嚏，打喷嚏那个。爱你。耶！看人家。爱你。快说，快说，快说呀！来不及了，来不及了，晚了。站过去。啊？站好了。怎么逛街逛了这么久？啊？我都心疼死了，老伴儿。老伴儿，哎，我们三个刚才在男装那儿给你们买衣服，我们再比呀，谁对老公好？就是比谁给老公买的衣服、哎。你看看人家婶儿啊，谢谢，媳妇儿，我赢了。嗯，老妹儿、干得好，不客气。你看看人家，是，人家在琢磨怎么对老公好，而咱们三个。没正事儿，你确实挺没正事儿的。你说你们三个认可在这大眼瞪小眼的，也不上楼陪我们逛一逛，为啥呀？羞愧。
呀，老伴儿，哎，你看，老伴儿，我都是给你买的。哎呀，你试试哈。啊，我试试，我试试。哎呀，我试。我穿得上吗？这个？哎呀，哎呀，这是给我孙子买的。这件是你的。哎，老公，除了刚才那件，剩下的全是给你爸妈买的。真的？嗯，我看看。你看看。老公，我这一堆都是给你买的，你说你来陪我逛街从来也不进去试试，就在门口坐着。这不咱俩都是 S 码吗？你能穿我就能穿。也是。老伴儿啊，走，我陪你逛，给你买一身去。老婆，以后也别给我囤这儿了，我就陪你逛，以后保证你所有逛街视线范围内永远有我。谢谢老公。真厉害呀，这都是模范丈夫，好样的！你们俩好好陪去吧，我在这儿歇会儿。哎，哎呀，老公，你看人家在看你，快表态。我表啥态呀？我。哎呀，你必须得说，我想听。哎，说说，说一个，说一个，说说，说一个，说一个。老婆，我觉得，那女的在楼上逛，男的在楼下等，也是一种陪伴。其实夫妻之间，陪伴，就是最长情的告白。老公，爱你。你净爱我，你看人家都有实惠的买东西，你给我买啥了？哎呀，有啊，你看，看看，老公，头套，谁要这玩意儿？哎呀，老公，你戴上吗？我特别想念你有头发的样子。戴上，老帅了。老公，你戴一个吗？戴一个，戴一个，戴一个，戴一个。带一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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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行了，别起哄了。今天大过年的，我媳妇儿提出这个要求，我必须满足。对，我去办。好，大嫂啊，但有一个不解之谜，我想问你一下。你说，这郭哥也长过头发是吗？啊，那么废话。老帅了，是吗？唱歌还好听，还会唱歌。一会儿我老公出来唱了，你就惊艳了。我跟你说，他出来他，哎，哎，JJ JJ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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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JJ。